您好，老师。你好，阿明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第六课，你怎么不吃了？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这些词语：喝牛奶。我喜欢喝牛奶，你喜欢喝牛奶吗？我喜欢喝牛奶，喝咖啡。我不喝牛奶，David 不喝牛奶。可是我可以加牛奶去咖啡，然后我喝那个有牛奶的咖啡。那第二个是起床，我每天8点起床。David，你每天几点起床？大概7点多到8点。我每天8点半起床。这个是跑步。我不喜欢跑步，我不喜欢运动，我也不喜欢跑步。阿明，你喜欢跑步吗对，我喜欢跑步。？Perfect 和 Debbie，你们喜欢跑步吗是的，我喜欢跑步。？Perfect 喜欢跑步，Debbie 呢？我不喜欢跑步，我喜欢走路，可是不喜欢跑步。第四个是看报纸，我不是很喜欢看报纸。那请问阿明、Turbic、David，你们喜欢看报纸吗？我最喜欢看报纸。你最喜欢看报纸？David 喜欢看报纸吗？一般。一般。好了，第五个是吃药。如果你生病了，如果你感冒了、头疼，或者是发热，你要吃药。第六个是。打篮球，这个你们喜欢吗？你们喜欢打篮球吗？我不喜欢。不喜欢。喜欢读打足球。足球的话是踢足球，用脚，对不对？用脚踢足球。对了，谢谢 Debbie 帮我写了。然后跑步是 D。那这里我们有4幅图片，谁知道这些图片里面的东西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是什么？行车是吗？自行车，是的，你会骑自行车吗？我会骑自行车。足球，足球，对了，足很球。棒。足球的话，我们用的动作是踢，因为我们要用脚，所以是踢足球。篮球，那这个动词是什么呢？阿明，打篮球，面条。这个是面。你喜欢吃面条吗？对，我对。最喜欢。是的，我喜欢面我喜条，欢面我喜条，欢吃面我条。也喜欢。你也喜欢，Traffic 也喜欢。那个自行车也是可以说脚车是吗？对，我们可以说它是脚踏车。我给你写一下啊，哦，脚踏脚车。踏。哦，我这个是拼音吗？脚踏车也是它，自行你至少车、是个什么？脚踏车都是。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？他已经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来了？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。门是这个意思，the door。外呢，表示 outside。那自行车我们刚刚也说了啊，自行车在这里，或者是脚踏车。都是一个意思。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？他已经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来了？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用2个词语来说句子。第一个是这个已经，第二个是怎么知道？你吃了晚饭了吗？我已经吃过了。我已经吃过了，用以怎么知道来说一个句子，好不好？我的句子就是，Baby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字？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狗要喝水呢？因为它在想，就是有一个喝水的一个球，里面有水，没有水的时候，它就会用它的脚这样梆梆梆梆梆去打它，我就知道了，对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来上课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中国
你对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中国 ？Yes， 可以可以，但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绕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句子是对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中国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知道。你怎么记得我不会说汉语？对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说汉语？很好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写？哦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写，对不对？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到下一个，今天的羊肉很好吃，你怎么不吃了？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，不想吃了。那你还想吃什么？来一点面条吧。好了，这里羊肉大家都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可能有的人喜欢吃羊肉，有的人喜欢吃牛肉，有的人喜欢吃猪肉，还有喜欢吃鸡肉的、鸭肉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一下阿明，你最喜欢吃什么肉？我最喜欢吃牛肉。牛肉 ，Tarfik， 你呢？你最喜欢吃？我喜欢羊肉。你喜欢吃羊肉 ？Debbie 呢？我不吃羊肉，我只吃鸡肉、鱼跟牛那个猪肉。我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海鲜。哎，我也是，我喜欢海鲜。我也是海鲜。海鲜是什么了？海鲜是 seafood。嗯，美莲，你呢？你喜欢吃什么肉？鱼肉很健康。好的，那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好吃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说什么很好吃，或者是说什么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最后一个是面条。嗯，那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喜欢吃面条。嗯，我也喜欢吃面条。我们找一找啊，我们要用这个天天来说句子。老师，我天天都要喝咖啡。那你们想一想，你天天都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天天都会做的事情。我天天都要洗澡。我天天都要洗澡，对的。I take shower every day. 我天天看报纸。我天天看报纸。你喜欢看报纸。我天天去工作。我天天去工作，每一天都去。我天天做我的作业。哦，天天做作业，那你作业很多。好的，那你们说的就都很好，我们到下一个咯。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？因为昨天下雨，所以我们都没去。我去游泳啊。你经常游泳吗？这个月我天天游泳，我现在70公斤了。经常，那它是 often 或是 frequently。 例如我经常看电视，我经常吃海鲜，经常常常。好，这个是公斤，公斤表示 kilogram， 一般是说，比如说我有52公斤。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？因为昨天下雨，所以我们都没去。我去游泳了。你经常游泳吗？这个月我天天游泳。我现在70公斤了。那请问你们经常做什么？经常不是天天，但也是很多很多次。我经常上网。我经常上网。我经常煮饭吃。我经常煮饭吃。我经常踢足球。嗯，我经常踢足球。我经常看书。嗯，我经常看书。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？他去北京了。去北京了？是去旅游吗？不是，听说是去看他姐姐。这里我们有一个姐姐，这个我觉得你们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知道了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听说， I heard that，
That means not Xiao Zhang told me, but someone told me.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 Xiao Zhang? 他去北京了。是去旅游吗？不是，听说是去看他姐姐。那这里我们请所有的同学用听说来说一个句子，比如说我听说 I heard that， 我听说小狗喜欢吃骨头。好，那你听说什么？你听说中国很大。Oh, I heard that China is big。我听说他生病了。Oh, 我听说他生病了。I heard that he's sick。我听说汉语很难。对，我听说汉语很难。是真的，不是听说，是真的很难。不是听说，是真的。好，我听说他不喜欢学习。哦，我听说他不喜欢学习。很好，你们的句子都很棒，很有趣。好了，我们往下看了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练习。渐渐，我们刚用了天天，对不对？ Every day。 那这个渐渐呢，是表示 every piece， 每一件。好，这个因为，对吗？ Because。 还有这个打那个经常 often， 贵 expensive， 公斤 kilogram。有一个例子，他说这儿的羊肉很好吃，但是也很贵。这个我们不能选了，这个贵他已经选走了，好，没有了。昨天下雨了，所以我们都没去打篮球。这家商店的衣服件件都漂亮。我什么跟同学们一起学习汉语？我经常跟同学们一起学习汉语。很好，那这个24题，什么工作很忙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运动。因为工作很忙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运动。嗯，你们都好棒，全部都选对了。最后一道题，老师读，然后你们说这个好不好？你知道一什么苹果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一公斤苹果多少钱？对了，这个我们就用公斤。对了，哇，你们都很棒哎，所有的题都做对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了。下一次我们会学习语法和写字，下一次课啊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。好吗？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周末愉快。好的，周末愉快。